宋慧乔男朋友发布会，还好乔美颜值高，不然这照片拍的简直了。讲实话，我看到热搜还以为宋慧乔男朋友那不就是宋仲基吗？说什么宋慧乔男朋友，人家没名字啊。然后看到宋慧乔新举男朋友，不好意思误会你了，说老的估计是 P 图看多了。乔妹是真的美，受不了杠精沉迷在修图美女无法自拔是吗？虽然确实图里腿的状态不是很好，但是跟拍照角度也有关系。乔妹的美腿照是都没见过吗？现实中大部分女孩的腿还不如乔妹杠精美，是网上美颜时期的图看多了忘记女孩本身光腿的样子了吧？还是说根本就没见过女生的光腿啊，只能在网上也真是恶臭。好喜欢那句她真的美，聊好多年乔妹真美，她真的是美了好多年啊。还好乔妹颜值高，不然这照片拍的简直了。作为乔妹十年的粉丝的我，表示她20岁就这短粗腿了，但我粉的是这天使的颜值。他腿部皮肤很白很嫩的，好吧，这是冻着了，而且又没修图，但是脸居然依然这么能打，就是那么好看，大家的腿真走起路来都这样。时光留给你的是知性美、善良美、纯真美，你稍稍一笑，我便觉得世界如此美好，你的笑容温暖了我，相信也温暖了很多人。男朋友大发，无论是服装还是状态都真的太棒了。